我们今天开车7小时上课6小时上厕所，然后你看这，拿一下身份证。哦，我们现在在5198米的垭口，在乌拉山口，然后要爬上去拍拍照，游客一下。 高原小花太不容易了，真的很漂亮。高原当摄影师有什么感想？说不了话。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喝2个葡萄糖。这么漂亮的雪山，没有人给我拍。我给你拍了呀！我蹲在地上撅着屁股给你拍的。 就比咱在那里。我们遇到了停电，已经停电好几天了。今天第5天。那这些车都是怎么充的电啊？是，这是备用电，备用车。那今天已经是最后的电了。如果再不来电的话，再不来电，明天就有点就在珠峰上住了。没事，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不住2天对不住你，是吧？谢谢。现在坐到环保车上了，珠峰大门迎走，所有的车都不能自己开上去。珠穆朗玛峰啊，藏语叫什么浪吗？ 穷不浪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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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原本就是珠穆朗玛峰，是名字就是从藏语就直接翻译出来，就是珠穆朗玛峰。穷不浪吗？穷不浪吗？阿提了嘎！阿提了嘎！啊？对，你看，多么标准！啊？谁？啊？穷不浪吗？阿提了嘎！有没有？穷不浪吗？阿提了嘎！ 真的看到，哇！真的看到了，真的看到了，真的看到了！你呀，踢了个！通往珠峰的路上全是人，尖尖又露出来了。尖尖，我是尖尖。<笑>我脸好白啊，我怎么这么白？我脸黑吗？不黑，但是跟路上的人比起来，我们都很白耶。是吗？嗯。天呀，我一把眼睛拿下来，真是。 真是有点惊艳到自己了。山盟一样自由，山顶更一样精彩。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，一定要神秘的意义。肯定是快手主播，肯定是快手主播。我们去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哪里的主播？我不是主播，我也不是网红的。这是你的梦想是吗？ 也不是不想活的男性，他是珠峰的。来第3次了。那这束花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花我爱珠峰嘛。哦，献给珠峰的花。对对对。本来以为是夺人眼球，没想到人是出于诚挚的爱。真的就是单纯的喜欢珠峰。就要是要自己留在这儿了，现在是晚上9点，我们打算走了。哎，怎么瞬间就跟帅哥搭上话了？他们两个。 姑姑在进行时尚自拍，旧皮蛋今天晚上跟我们3个人一个房间。是啊，我就等着考旧皮蛋的素材了。旧皮蛋，你要坚持住，在那边好好的拍。
难受。我现在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，海拔5200，可是突然下起了雨，只有明天再来了。想跟旧皮蛋第一天对比一下。旧皮蛋 ，Hello。我们要相拥而眠了。猫猫，你闻到臭脚丫子味了吗？当然，被子一展开就是臭脚丫子味。就是要用湿巾擦一下脚丫子。为什么要擦脚丫子？该不会是臭皮蛋的臭脚味儿吧？臭皮蛋，你管旧皮蛋叫臭皮蛋？臭这都闻了一下，没有味道。每个人都好狼狈。是吗？我觉得我还好。是吗？宝宝，你是看起来最不好的一个人。为什么我看起来最不好？在回顾素材的时候你就知道。我在边吸氧边往珠峰走，我们背后也好美啊。感觉人要被风给吹倒。亲亲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。刚刚买了一些明信片，盖好了珠峰的戳，回去抽奖送网友，嘿嘿。就每次从室内出来之后，看到珠峰都要哇一下。哇，太好看了。真的太美了。转山的时候可以带这个，我能施展那很贵的帘儿。哎，这样就像了，这样就像了，这样就像了。你和你的藏族男友。不过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船也船完了，试也试完了，拍也拍了半天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问他这块单价最低的商品是什么。